好，教一下这一组到底要怎么用。接头接上去。这一个快接头哈，你确定你有接上？有。没接上吗？哦，对，要咔一声。好，来。然后就是热盘的一边的快接头。哎，你火关掉了吗？对啊。好，来，要先记得火不要先开。对啊。哦，因为会造成空烧。嗯。哦，那要先怎样？先开马达。对，这里有马达。然后要确定它有水 ，OK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开。打开。那么要煮多久？嗯、煮多久？这里有一个温度计，黑色的那个温度贴，哦，这叫测温贴啦，哈、哦，它有一个温度计在里面，它达到最低温度是35度，它就会出现。对，等它。哦，现在开始了。这个黄色筒子的这个中间点，它里面有一颗12V 的那个抽水马达，然后它有一个18650的电池。那这个电池哦，说真的，我们不晓得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。哦，对的。那它是可以怎样？可以换的。可以换。哦，你可以自己换，或者你也可以请我们帮你换。都还没换。嗯。有温度。温的。已经温温的了。像这个哦 ，OK。可是这个高山煮的时间会长一点。嗯。大概要最少5分钟。然后在上面摸，它是不会热的。像这个，可以这样摸。但是我是跟各位建议啦，哈，像这样子的耗电方式啦，会产生你未来会有一个问题，万一你这个电充不饱的时候，哦，你电充不饱的时候，你水煮滚了，结果。你没有电，你没有电，没有电可以使用。哦，你可以用另外一种，它是充电型，哎，就是接插电的，有插电式的。哦，插电式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。啊，像这个，它就是各有利弊。要看你车上有没有电。对，你车上没有电就要这样子。你烫吗？烫，开始烫了。哦，修哎。3分钟，然后我们要等到它最低是35度会有显示。很多人的观念是说，哎，这 BB 就是接电。嗯。但是它这种水管特性就是，对，它没有水压的时候它是扁的。嗯。啊，你凹到都没关系。它这种水压很小，非常。水压大的时候，你再烧也比较慢。嗯。有没有那个35已经？慢慢有浮现了。浮现了，哇，35度了。哎，现在有4分钟，快有35度。箱子里面也有那个温度表。你看哦，你看哦，这个水哦，你看这个，我把它弄来这里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温度是不是出来了？一直到你啊，这温度一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已经有40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现在是将近40度了。这个水头了，这个水头40度。水头叫70了，哎呀，有啊，这水温度啊。你也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子接连蒙头直接洗。有修了，还有修。然后，讲的没有力不，要给我再有功力不？啊，阿香这样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有哦。你看哦。对，所以它水源出来最少40度。因为我们这个 RV 桶的电池，我们有试过啊。我们用煮热水下去直接加，我们那是用直接加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纯用电来洗澡，我们洗6个。对。纯用电，那因为你现在。你用这个来加，它等于是，嗯，会多一个时间、啊。多一个时间。哎呦，现在6分钟有40度。40度。好。有没有？嗯、而且这40度超明显的。OK， 40度哦。对。那自变绿色的时候，它就是要转换45度。哦。绿色是达到完全40度。哦，有啊，完全40度了，哦、很明显了、哦。很绿哦。你让它慢慢淡，然后旁边那个也跑出来，那很好玩哦。这个温度天，哎呀，最近的哦，我是半桶啦，我是用半桶滤桶。对啊。你说半桶滤，那你看，最高这是60。其实这个出口温度已经到50度了。五休，我这笑哎。对吧？45了，那出口温度来到50了，有没有？然后45度关掉了，我们来另外一个测试，
七分钟四十五度。好哦，关火了。好，关火，关火。然后先关火，然后先关马达。马达。好。没有，再把这个拔掉。拿这个。然后来。可以修。不会。不会。拿起来的时候。必须要漏掉，要把水没有，这边的水让它漏掉，因为不然那个热盘里面会有水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用连蓬头把这一盆水哦，全部再把它用掉，再开开啊，旁边啊，旁边。我们要去谁要洗澡？没有啊，大哥洗车，哎，洗车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我们要把水用掉哦，我们不是浪费水，是拍摄哈。嗯。同志，来哦！好，开始。啊，你看，哎，四十五度的，好温暖哦。嗯，感觉应该洗个热水澡。你看那个方便不？我讲像那种野营摄影裤，我都冇看到老板娘这些威震的这摄影裤啊！你在边咧看看谁的丢？我讲今天哦，不管你是大车。不管你是小车，对对对对，搞的，对不？因为你头壳好热，啊，你是不是方便呢？啊，你老咧野营的人哦，其实这个很方便啊。然后你不会因为你是大车小车，你来今天是开修旅车的人，这样。你看吧，我们前面的，就是放一块。好的。对啊。对，你怕别的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去啊，有的是那个土啊。你怕别的土是这些嘛？你觉得那些土啊？对啊，哎呀，哦。啊，你有今天要看？有啊。我们这一个 RV 桶洗澡神器哦，已经我们洗多久了？啊，你顺便洗手。肥皂。肥皂给他顺便洗手，你底下那个啊，我帮你开这。嗯，来。没浪费，我准备去做。肥皂。因为他刚刚施工嘛，顺便洗一下，不要浪费掉。热水洗手应该很多喝吧？啊，你呢？那卖公你呢？你呢？去营区的时候，你用这个去装来洗碗，也不错啊。你就不用跑那么远啦、啊。有些你营区的时候，你洗手台万一离你很远呢，所以你就用这个东西取代你现在的 RV 桶就好了。野营这样子啊，露营区也很方便。露营区你挂地要洗碗，安尼是比较省，对吧？啊，这边点最省。哎呦，你这样讲，我是还要帮他做一个挂架。哎、欸，对啊。你很专业啊。好，没水了。大概是这个吧，三分钟啊。你看啊、哦，三分钟哦，是半桶。对。而且水是没有停。哦，没有了停。所以它可以七分钟没问题。啊，没水记得一定要用掉，不然它空烧马达会烧掉。对，很容易造成马达坏掉啊。其实啊，充饱电快不快？很快。很快啊，是充电很快。我们回来就充饱。突然下山，突然下山到现在40分钟。嗯。